接吻的时候，你的手一般会放在哪里呢？男朋友的脸上。咦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我男朋友皮肤好吧，没有经验，我没有接过，这么害羞的问题，爱放哪儿放哪儿，就是抱着他吗？放在对方腰上，应该放在脖子上吧？腰上，搂着他的腰，可能就是背后吧，脖子上吧？为啥？因为偶像剧里都是这样，脖子上吧？为什么？可能会有安全感一点，抱着对方吧？为什么？安全感，脖子上。我控制他那个脑袋，男朋友腰上，顺手，顺手，爱放哪放哪吧。那你爱放哪？我好像没有注意过哎，放在胸口，因为我害怕搂到对方的腰上，对，为什么？可能就是自然反应吧，腰这边吧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没有这种本能反应吧，在腰那里吧，嗯，为什么？自然动作，不知道为什么腰上吧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好就够到腰了，放在我自己的兜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冷啊，最近杭州的天气不是很冷吗？放在他肩上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这样，因为他比较矮嘛，就正好放这里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